左手，左手活动受限，左手手指活动受限，我看他畅不畅通啊，驾驶到船的，舵啊，方向盘呢、啊，是，两个手啊，驾驶到那个方向盘呢、啊，一直没松手啊，一直没松手啊。已经持续了好久了啊！不要以为他，没有，担任总统，他什么也没干，实际上他一直在干事情呢啊！哎，在干事情呢，只是人家那个媒体故意没有报道而已啊！很多国家领导人找他呀，考虑国际局势的时候，总是。他在平衡着啊，他在组织着啊。一刻没闲着啊，所以驾驶着这个，驾驶着这个，像方向盘一样的啊，两个手啊驾驶方向盘一直没停留啊，一直没停留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一直没停留。不要以为是选上总统的人才在干活，没选上就不在干活啊。实际上情况是选上的人呢、啊，也没在干呢、啊，像拜登呢、啊，一直在休假当中啊，是那么回事啊，反差太大了，哎，反差太大了，哎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哎，知道了。